顾生，你一个人担负两个孩子，日子太苦了。我考虑了很久，如果你同意，也为了你好好学习，能把小芳接来，让我带着吗？行，我回去跟慧芳商量一下再说。不行不行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这老姑娘，今儿个古怪，今儿个这主意，明儿指不定干什么呢。 我看呢，人家大姐是诚心诚意的。甭听那个，她又没生过孩子，能够带好喽，新鲜。她挺喜欢小芳的，兴许她能教孩子学点知识。你要愿意送啊，你就送，别光自个儿乐意，就不怕孩子受屈。甭说别的，这小芳从小都没离开过你，晚上睡觉她能不找你？那我也不能总拖累人家顾生啊。 放着明摆着的道你不走啊，我让你把东东撂家吧，你不干，我有什么辙呀？反正里外里的理儿啊，都是你，悠着你在线折腾去吧。妈，那您说呢？哎，妈，妈，你嚷嚷什么？这大半夜的，妈什么都跟你说了，这大姑家跟兄弟媳妇处好了不容易，你不听，不听，你瞧着吧，哼。 最后一张了，那该给谁照啊？那当然给我照了。得了吧，给我和朱鑫照一张。先合影。不，咱们手心手背。哎，轮到谁给谁啊？行。好，来来来，手心手背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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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退兵可不干！行了，知道了，照了啊！
脸凉了凉了，镜头放正了放正了。大姐还没来呢，小芳呢？半道碰田大姐，领着她买糖去了。你不是去接东东了吗？啊，那你不跟我说一声，让我两头扑空。呵，还真生气了。得了，你也刚回来吧，来，洗把脸。人呢？谁呀？还有谁？东东啊。啊，我还忘跟你说了，今天早上没出门，就让妈给接走了。来，擦把脸。看你跟土豪似的，你呀、啊，什么事儿都不把我放在眼里，好像这家就你一个人。你甭说的那么严重啊，我什么事儿不都听你的？听我的？那昨天晚上说好了，今天大姐要来，你把东东放跑了，让大姐来了看谁呀、啊？看你呀、啊，你多漂亮啊！我有什么好看的？大姐还不是冲孩子来的。哎，这是给谁买的？小芳。呵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怎么想起买这个？哼，你忘了，我可记得你跟我说过的话。说什么？哎，慧芳，你说这些年我对你怎么样？挺好的呀，怎么了？你还记得姐姐临走那天在车站吗？嗯。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，心里空落落的感觉。自从跟你结婚以后，我这块石头才算落了地。可我发现你现在变了。别说的那么邪乎好不好？我变什么样了？顶多变老了，变丑了。你变得心中有了另一个人。你甭净瞎猜啊！你呀，肚子里那点文化水老不往正道上用。你说我看谁了？你真的不知道？就在你身边。谁？还有谁？你天天惦记着，晚上不定为他起来多少趟，绝对胜过你的丈夫。你别转磨磨了，你是不是说小芳？哎，这可是你自己说出来的，这可不是我硬塞给你的吧？净瞎琢磨，老大的人跟个孩子置气，你也不嫌害臊？哎，你坐下，我问你，是不是有了小芳以后，你想我想的就少了？你呀，真像个孩子。你说，我不想你还想谁呀、啊？那你这回不变卦了？变什么？嗯，把小芳放大姐那儿，叫我腾出时间来多写点英语。我呀，不反对你抓业务，可咱昨儿不是说好了吗？今天大姐来，咱先不把小芳的事儿说死了。你看看，一谈到实质性的问题，你就又变卦了。你呀，就是口头上同意，行动上反对。大姐的难处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人家这刚一回来就把个孩子塞给人家，你心里就过得去？你给我回来！哟，这干嘛呢？发这么大火？没有，没事。没什么事，这么大气。哎，小芳呢？这还说呢，刚到胡同口就碰上你岳母了。这老太太唠唠叨叨的，非要把她接走，说什么过端午节吃粽子。我什么端午节吃什么粽子？成心跟我这儿捣乱。哎，你没说好吗？说好什么了？说好今天大姐来接小芳。为什么？是，成心找我难堪吗？这，慧芳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姐一人在家待着闷得慌，想让小芳陪着去作伴，可慧芳她……我妈呀，是怕孩子给大姐添麻烦，就把东东接了去。要不孩子在家呼声也没法学习。哎呀，这个雅茹，回头我跟她说去。田大姐，这事儿你甭管，什么怕添麻烦？我问你，你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？他老了，他老了。一来就是他老了，我看他老了八成闷得慌，变得乏了拆了这个家。他干嘛接小芳？接个东东就行了，妈把两个都弄去。明知道这里有矛盾，他偏要火上浇油，
这安的什么心呢？不是，坐坐坐，可别这么说。老人呢有老人的想法，你得多体谅点啊。我够可以的了，有几个男人像我这样，一天到晚什么事儿不干，天天在家哄孩子，我就怕出矛盾，趁着早往外躲。这不，自己过还不行，这矛盾还跟着往这儿赶。妈可没说什么。妈从开始就不同意我们的婚事，是没说过什么，可能没少说大姐。妈不就说大姐老不结婚，脾气有点古怪吗？她可没有别的意思。这话呀，可不能告诉雅茹。这不怪她，她会伤心的。我告诉你，大姐是我唯一的亲人，她要接小芳，你今天同意也得给，不同意也得给。我现在就到你们家去接小芳。霍生，你别这样。雅茹，你。雅茹，雅茹，哎，还生气呢，真是孩子脾气。我看慧芳不让小芳来，也完全是为了你好。哎，我说你听见没有？我这个人大概天生命该如此。幸福从来对我不感兴趣，不是吗？在乡下时，我常常一个人瞎想，是不是我的童年太幸福了，命运就开始嫉妒我？要不，干嘛这么平白无故地罚我做三年苦役？他也不翼而飞了。你别胡思乱想的，让郑公祖听到了，又敢批判你资产阶级思想了。哼，怕什么？批就批呗，最好批得我连做女人的全部愿望都消失了才好呢。雅茹，哎，还是那条老界限，没坏吧？好多年没听过这种曲子了，好像整整一个世纪了。错，都没错。可为什么命运总要捉弄我呢？雅茹，你别再闹了，啊？干嘛让别人都要知道你的事儿呢？难道你真的愿意所有的人都重新注意你跟罗刚的关系？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你已经很不幸了，别再用你的不理智连累了护生一家，啊？妈，您甭管了，一会儿我来喂他。我来吧。妈妈，我吃饱了。吃饱了？那好，小芳，到外面去玩去吧，啊？嗯。嗯，好孩子。你怎么了，妈？不舒服啊？看这事儿闹了，
您说什么呀？我说他大姑呗，这两天没吆喝着要孩子。没有。我跟你说你不听不是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他大姑是年过三十的老姑娘了，这为人处事就透着惯。妈，你又来了。甭嫌我絮叨，我还不是为你好。你没跟护生商量商量，劝劝他大姑，差不离得了，赶紧找个主，成了家，有了孩子就太平了。妈，这话全让您说了，哪有弟媳妇儿给大姑姐找对象的？我怎么开得了口啊？那你让他等着那姓罗的，那可是进了大狱的主，兴许这辈子都搭进去了。你眼看着他往火坑里跳就不管？谁说不管呢？可谁知道大姐她一直想什么呀？想什么？虽说她岁数大了点吧，可也是黄花姑娘啊，又是个知识分子，虽说不像十七八的花骨朵，可也不会找不着啊。你问问她什么条件，不行我让她吴大妈给学么学么。行，妈，完了再说吧。你先撂那儿吧，你上岳娟那儿去一趟，她找你两三回了。有事儿吗？为孩子呗。孩子？你想想，他们结婚都两三年了，这岳娟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去田大姐那检查过了，说没事儿吗？那就怪了，不会是大成有点什么吧？那可没听说。一个大老爷们儿要为这跑医院，难为点。行，妈，有空啊。我问问他。哎，别介，别瞎掺和，说漏了嘴，老埋怨，去了顶多打听打听什么事儿，别瞎出主意啊。妈，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吧？等到小芳睡醒了午觉，我就去找她。成天就摆在那收音机，那出戏都背下来了还听，真是。我说你听见了没有？嗨，你就没点正经的事儿干呢，成天在那坐着，你也不嫌累的哈。这干什么呀？这你一没把我鞋你饭又做得了。哎，你就不兴找点事儿干呢？眼睛劲儿也没有。去，给我倒点水来，我渴着呢。你说就这么大个家，你说这大礼拜天的，你说干什么呀？你又不让我出去，你要想到公园溜达去啊？你自个儿去，我可不跟你去。又不是小年轻的谈情说爱，老夫老妻的了，还手拉着手的，你不怕惹眼啊？我还怕寒碜呢。我烫着呢。德行。哎，你说慧芳他们怎么到现在还没影啊？要不你出去看看去行吗？好嘞。哎，回来。嗯，你甭一猛子扎下就不见影啊。哎呀，去拿着副食本把咱们这月的麻将买了，晚上我给你们拌凉面吃。哎啊，哎，上哪儿找去？哪儿啊？这儿呢。你快着点啊！干什么？你怎么吓我一跳？你是干嘛呀？你这，你快着点！行，快，快去快回了啊！好嘞。哎，你这是去哪儿啊？护生，你回来正好，月娟来好几趟了，走，串个门去。啊，我没空。哎。东东给我，你快收拾一下，啊！给你，你干嘛呀？我跟大姐说好了，今天就把东东送过去。来，把东东给我。慧芳，要走早点走，别麻烦人做饭啊。怎么，你妈还不同意啊？没有，啊，护生，这样，嗯，明天再说，今儿不行啊。明天我就上班了，哪有时间呢？你小声点儿，你那也不能这么就去啊。这怕什么？东东是咱们自家的孩子。有什么偷偷摸摸的？走，
咱外头商量去。哎，你别耽误着，大姐还等着呢。是不是又闹别扭了？没有。哎，大成没在家。等会儿打岔，你不说我也看得出来，是不是因为孩子的事儿啊？你们也真是的，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，我看是把你们给烧的。你们要是为孩子事闹别扭，以后趁早把孩子给我，我要有这么一儿一女啊，少活20年我也高兴。你要洗这么多衣服，我帮你洗。哎哎哎，不敢劳您大驾。快进来，咱俩家屋说会儿话。得了，完你就洗完了。你出来，你呀，天生受累的命。来，叶娟啊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田大夫呢？你到底去过没有？去了，结果在大成那儿呢。怎么了？不是说你没毛病吗？可这3-4年怎么就是没动静啊？啊，大夫说了，有那结婚5-6年才有孩子的呢，多着是。慧芳，你也是过来的人了，我不怕你笑话我，我们俩真是什么招都使了，他就是不见动静。那你再到田大姐那看看。大成他不让我去呀，他说了，这小两口的事啊都挂在嘴边上，多难为情啊。我也觉得是，听人家说呀，那男女双方都得检查。是啊，我也跟他这么说了，可他就是不去。到现在只要你一提了事儿，要不他就给你不吭声，要不他真给你窜秧子。你说这蔫人还真有个蔫主意。哎，慧芳，要不你帮我说说呀。我啊，哎呀，我可不合适。看看看，一到动真格的时候你就打怵，算什么好姐？如果这样，你们的事儿以后我一概不管了。小芳的事儿你可以不管，但东东的事儿你可不能说了不算啊。哪个都不管，又不是我的儿子。不管拉倒，今后啊，你别后悔就行。走，你回来。呵，脾气还不小。行了，我管就是了啊。来，把东东放下吧。顾生，不是姐姐不愿管你的事儿，就怕管了也不落好，以后落埋怨。姐，你要真心对我们好，谁能埋怨你？再说了，这东东是你要的，我死乞白赖从慧芳那儿抱来，你又不要了，你要我跟慧芳说什么？那你告诉我，把东东搁这儿，你真能好好学习？那还用说？你看呢，上回那稿子都译出来了。那就好。我怕的是这一耽误就是2代人。胡生，我不能眼看着我们王家的人一代不如一代的往下滑。当然也不能全怪你，你们那个家环境太差了，你这个学成的才子都落成这副样子，还能指望东东成什么气候？东东挺聪明的，他天资挺好。行了，有个高小毕业的妈就够了，还扯着两个孩子一块往下溜。姐，你怎么这么看慧芳？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已经给东东联系了院里的幼儿园，明天一早我把他送去，晚上把他接回来。你有空可以过来看看，别让慧芳来回跑了啊。
他这一来，我这外语也就没法教了，你说是不是？行啊，就听你的吧。那我走了。东东，你说是姑姑好啊，还是妈妈好？妈妈好。东东，爸爸走了啊。爸爸可真走了。别闹啊！别哭别哭，爸爸不走，爸爸不走，爸爸不走啊！东东，别哭别哭，来姑姑抱啊，姑姑喜欢啊，姑姑喜欢你。哎呀，好孩子，好宝贝哦！不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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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慧芳来了啊！你这一来就忙活。回来了啊！哎，你买这么多韭菜干什么呀？我让你买的青椒酱呢。啊，不是，你瞧瞧咱们这供销社。我排了半天队，李老吗？没了。行了，不是改折买韭菜了，咱们吃韭菜馅饺子，好吗？瞅你买的韭菜，比草还柴。又不是不知道，六月井臭死狗，都什么时候了还吃韭菜？就知道买这便宜货。你瞧瞧，又买错了，不是？得了，你看着做点别的吧，好吗？说得轻巧，哪有啊？呀，除了做醋醋不酸，做什么都得走了样。给我。不是，要不我再跑一趟。得了，等你回来，黄瓜菜都得凉了。给，哎，玉君啊，你甭忙了，就我一人，你一人怎么着也得吃饭呢。对，你和大成聊着，我说话就回来啊。玉君，不是，你让他去。哎，对，带碗没有？不是，那谁，小芳怎么没带来啊？呼声呢？啊，呼声带他们玩去了。哎，你这。那是，慧芳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，行吗？说吧，客气什么呀？你爸就不同意呀、啊？我寻思了半天了嘛，这个这话不好说。其实吧，这个事儿也不是什么别的事儿，就是说你也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来。我跟你说吧，我也甭拐弯抹角了，我直说了吧，一句话。你能不能把那个小芳送给我们？你们？啊，送给我和月娟，过继做个女儿。大成哥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月娟啊？你现在想哪儿去了？你看见？我是说吧，你看呼声不是一直念叨着要学外语吗？那个两个孩子就全扔给你带着，这么也跟累赘的。这个他大姐不是说是要帮你们的忙，我寻思他独身一人也不容易，你把那小芳送给我们，这一呢给那个月娟解解闷儿啊，第二呢这个护生也松心了，这三他大姐也甭那么累了，你看这行不行？你跟月娟商量了吗？这还商量什么？这不是那么秃子头上狮子明摆着呢吗？我就怕你不同意，工作不好做。不是，你要是同意。咱们说个死日子，我好准备准备。我不同意。你瞧，你瞧，你那倔脾气又上来了，你他妈还真信不过我。大成哥，你是真的要小芳过来啊？啊，你以为我来跟你开斗呢？你要有什么事瞒着月娟，你可真对不起她。要孩子还不迟早的事，你忙什么呀？我问你，你去不去医院？去了。那田大夫没跟你说啊？你把检查结果给我。你给我月间的化验单子。不是不是，慧芳，你就答应我这一回吧，你把那个小芳送给我，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你。我你呀，谢谢你。你跟我没时辰的，我找月间说去。我别，哎，来，好的。慧芳。你得答应我，你先别告诉月娟。大成哥，月娟这病还真是没法治啊。没法了，
么天生的，压根不会生。再找田大姐想想办法吧。待会儿醒了给他喝点水。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好他。快走吧，一会儿醒了你又走不了了。姐，拿着。胡生，这是干什么？这是东东的生活费。我这个姑姑还养得起个侄子啊？慧芳要不高兴的。真的，姐。你，雅茹姐，如新，来来来，快进来。哎，孩子刚睡，来，快坐下。快来，坐下吧。哎。热了吧？还好。给。这是想不到的贵客，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我也这么觉得。今天早上下火车的时候，我还总觉得是场梦呢。不走了，调回来了。哦不，我是陪爸爸来北京看病的。肖叔叔怎么了？他的眼睛得了青光眼，已经一年多了。这次。又有点发展，下面的医院都跑遍了，治的效果都不好，他什么也看不见，心里就特别着急。这次还是一块下去的李叔叔，在省文教办托了个关系，这才同意他到北京来的。你不要着急，明天你就带他到医院来找我，我先到眼科问问有没有床位，不行的话就在外科先住下。我们医院是学院的教学基地，我的老师和同学都会帮忙的，你放心好了啊。嗯，朱鑫，你喝点水吧。在下面，我总盼着有一天能早点回到北京，盼着能看见你们。这一路上我都在想，上帝保佑你们，千万别出差去，别让我看不见你们。你在下面干什么？干嘛不想办法往回调啊？哪那么容易？那个小地方办个什么事儿都得托关系，我又不会，在县中学教外语也没个人重视。那这些年你还是一个人？哦不，我一直和爸爸妈妈在一块儿。我想上帝怕不会永远让我们待在那个小地方。朱鑫，阿姨好吗？挺好的，就是盼着能早一天回来。啊，不要想得那么凄凉，你不已经回来了吗？回来了就不走了，我们一块想想办法啊。可是没关系，不过救人要紧，先把你父亲的病治好了，你说呢？嗯。你们住在什么地方？爸爸在李叔叔家挤了，我不行的话干脆住我这儿，我们三个人挤一挤好不好啊？三个人，啊，是我和你，还有东东。东东，啊，就这小家伙，护生的儿子，叫阿姨。阿姨，真好玩。你看他长得像谁？他叫什么？大名叫王东东，小名叫东东。几岁了？两周岁半了。两岁多了，时间过得可真快呀。
还以为你睡着了呢。没有，我一直在等你们。你还没吃饭啊？没有，我在姐家吃了两口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5点钟啊。我还以为你们不回来了呢。为什么？你看，你给我留了一桌饭，够我吃一个星期的。妈妈，我要睡觉。哦，要睡觉啊。小芳，听妈妈说啊，妈妈收拾完东西就给你洗脸睡觉好吗？小芳，今天晚上爸爸给你洗啊。不要妈妈洗。小芳，爸爸给你洗比妈妈洗的好。来，试试水怎么样？好了，来。我眼睛疼。胡生，你今天怎么了？太阳从西边出来。怎么了？爸爸给女儿洗个脸都不成啊？行了，看你那笨手笨脚的样，我就难受。来，芳芳，妈妈给洗。慧芳，今天你们要累了就早点休息吧啊！你晚上有事儿啊？没有。那你干什么去？啊，你们早点休息吧。哎，慧芳说你同意了。同意什么？啊，还跟我装傻充愣的。慧芳跟你说什么了？还能说什么？说你明儿个到医院去检查的事儿呗。哎，人家前脚走，你后脚就想不承认呐？切！哎，大成，你要是动真格的，明儿个就去，啊，别再拖了，行吗？好嘞，明儿看情况再说吧。王健，就今儿晚上一准的定死了，要不明天你又不承认了。不是，赶明儿厂子里要开技术鉴定会，我们车间。别去个人。你呀、啊，甭蒙事儿。我看你压根儿就不想去。切，你们科里那么多大学生，用得着你？你呀、啊，爱去不去。嗯，我去，行吗？哎，我拉灯睡觉了啊。嗯，爸爸，我把材料看完了。行，开着灯我睡不着觉。嗯。想什么了你？我就是想知道个结果，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哎，大成，要是你真没有毛病的话，那么咱们再过那么几年再要孩子都行，我也扛得住。是吗？我也能理直气壮的在人跟前说话呀。你想啊，以后咱俩出去溜达，那前面跑个小不点的，那是什么劲头啊？那我就更不敢去了。那么要是我有毛病呢？那可不是，我就没脸见人了吗？你壮跟条牛似的。你要是有病啊，世上男人都有病。今儿几号了？16。16、8。哎，大勇说了，就这几天的事儿。什么16、18？就这几天？我说，你要是睡不着啊，我这儿有一辙。什么辙？来，抿两口准行。去，大夫说了啊，睡觉前不能喝酒。喝酒对孩子不好。大成，你想要孩子吗？你怎么不吭声啊？
你？我说不让你喝酒，你怎么还喝酒啊你？就一桌。不行，一桌人不行。来，你是不是想存心不要孩子？执着究竟为什么？